哦，你们看得到还是黑画面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富贵6666，小西瓜6666，现在在竹林山观音寺。哦，现在是这样要播哈、哦。那为什么今天要搞这个东西呢？就是原本今天放假，啊，临时有两个客户呢，有一些事儿要处理，咱们就把它到公司去弄了个大炮。什么个大炮呢？各位看一下，什么大炮呢？哈，弄了个 GoPro 大炮。GoPro 大炮，什么是 GoPro 大炮呢？这个弄了这个东西叫 GoPro 大炮，它明明就只是个 GoPro，那咱们呢就不甘寂寞，把它弄成这样了，蛮夸张的，我跟你讲。解析度超高的，那画质超好的，只是不知道做来干嘛，就拿来打鸟啊！打鸟机已经一堆了，还在那边打鸟，算是蛮北七的，就对了。好，现在在这个林口竹林山观音寺，那么因为之前测的是那个单轴的，那么客人觉得还希望要更好，所以今天弄的是三轴。弄的是三轴，就是多了两轴咯，上下左右，还有那个旋转肉。好，今天主要就是说有几个东西哦，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 GoPro 的小相机拿来改装成那个叫做打小鸟机也 OK 的。也很 OK，那么现在我是放双手在玩哈、哦，放双手在玩，效果怎么样？好像还不错，还蛮稳的，像空拍机的感觉，稳稳的。所以现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器材越来越先进了哈、哦，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搞得蛮有趣的。那一步一步来，接下来就是要做串播，就是下星期要做多机 GoPro 串播。这间庙竹林观音寺呢，真的是气势雄伟啊！它的那个雕梁画栋很精细，非常值得过来这边走走。好，我们来看它正面，挺不错的啊、哦。哎，陈瑞峰你好，庄芳玲你好，带大家出来走走哈、哦。前几天都下雨，下的人都快发霉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情况不错，那么就带大家出来逛逛，也不是带大家出来逛逛，我今天是怎么讲？陪老伯来这边拜拜啦，因为我老伯每个星期都要去走庙，啊，咱们孤家寡人一个，就反正没事儿，就带着老伯到处去拜拜。那我呢，顺便工作，这个算是幸福的哈、哦。这个老伯，这个好手好脚，好健康，那我呢，就很轻松的照顾，然后就陪着他到处玩啊、哦，算是。命好，小寇你好哟，庄芳玲你好哟，何导宽导你好，何太宽你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去了啊、哦。这个庙呢，我们待会去看它的庙字，看看有多么的雄伟哦。哇，真的是没话说啊！这不该说是用钱砸出来的，是这个各界善男信女呢，用他们的这个心意哈、哦，建设起来的。这香火鼎盛哦。待会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建设的庙字。
哇，不一般的，不一般的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其实蛮稳的哎。我看我这张大单是接定了，因为两只手都不用用到啊。这张大单我是接定了，我看。好，带大家绕一圈哈。大家绕一圈，我们台湾人都很客气啊，都过路都会让。那我呢，基本上身上穿的这个样子呢，其实是蛮招摇的，是属于低调中的招摇，招摇中的低调。来自各地的善男信女。超稳哦，全部都是放双手。小张，你要好好拍小朋友哈，多拍一些小朋友，啊，小朋友多拍些呢哈，长大让他回味。许个愿吧，好不好？这个许个愿。然后，祝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哈。听说要摆在龙头上面，还没有看到这个庙字，不知道这里的典故。不过以这个穿戴在身上的直播方式呢，能够有这样的效果，我觉得相当满意。黄俊贤你好，超稳的哈。再来看看室内的花子怎么样哈？这里算是蛮特别的，你看，它这个有空调的哦，它会把那个烟给吸走，所以在这里的空气品质非常的好。正所谓这可所谓的这个科技香炉啦，科技香炉。哦，还是有问题哈，小张没问题，我们会帮你处理的。刚开始玩。总是要有点这个理解跟适应啊，什么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。好，现在测试的结果就是讯号也不错，然后稳定度也很好。那么再来就是，要测什么？我看一下哈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哦，你可以直播又可以手拜拜，手都不用放下来，真的很方便。这不是 SP One 哦，这个是。这一支 SP1 效果达不到这个境界，是这一支，这一支 M4G SP1 做不到这个效果，要 M4G 才做得到。这叫 M4G 的直播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。科技香炉真的，嘿，你在这里厉害到什么地步？你完全不会被烟熏到哦，超厉害的。好，走路上去哈。那光线的部分会是一个问题，也顺便让大家知道一下补光跟不补光哦有多大的差异，所以我们来补一下。正所谓有补光走遍天下，没补光寸步难行。那我们就来补个光吧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，求拜拜。好。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手机前面拜拜哈，祈求这个家庭幸福美满，事业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是应该是光明灯吧哈，点光明灯。不过三轴挂身上怪怪的，哎，其实还蛮低调的，还好哎。没有说很猛。好，讯号死角。待会去找个镜子，让你们瞻仰一下，看怪还不怪。
没话说吧？你看，林口真庙没话说吧？你看，多雄伟啊！信号卡卡，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楼梯间都是死穴，楼梯间绝对是死穴，没辙的好吗？没辙的，我待会要再进入死穴。补个光，然后看看楼梯间的效果。进入死穴，好，没有光，补个光，没有光，你会发现噪讯差很多，这里就会有很多的噪讯。GoPro 7在晚上或者低光下是出不了好画面的，所以画质要好，光线要够啊。信号卡卡哈，所以不能再走楼梯，楼梯真的是死穴。那也交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呢要躲电话，哦，你就到地下室去，你老婆就找不到你了。你如果要躲女朋友，哦，你就躲到楼梯间去哈，你电话就打不进来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哦。这真的是。在台湾哈，算是数一数二精致的大庙，非常的精致，无处不雕梁，无处不画栋，然后所有的雕刻都很细致，真的不错。如果说对这一类的艺术品有兴趣的朋友，来这边看一天哈，哇，看得你。不要不要的，件件都是佳作哈。虽然都是机械工啦，这看得出来都是机械工，不是手工。当然有手工在里面啦，就是说比较不像以前那种粗犷感。